此戟名为地灵古戟，是一件地级灵宝，化龙级威力无穷。这人世间也只有涅槃老人有此顿悟，将三重功法封印在这古戟之中。你放心，师姐一定会帮你，但是你要切记，下次不能再妇人之仁。 这严老头伤还没好呢，就开始练了。他对林东还真是用心啊！再来，他都很快就要到了，我们没什么时间了。这林青竹去哪儿了？说不让他陪，他还真就不陪了。 他的元力怎么会如此不稳？按说他已入元丹境，比我还强几分，不应该这样。难道是在古墓受的伤？ 还顺利，我已奉严大师之命，将本命灵符传授给了祖符传人。只是这祖符传人未必能担此重任。祖符传人干系重大，严大师修为高深，一向慧眼识人，怎么会在这件事上出错？一句两句我也说不清楚，严大师他或许自有计较。青竹。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，别事事逞强。你看上去很是虚弱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我为护这祖符传人，碎丹跌境了。碎丹跌境了？你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闪失？你先前强行生境已然不妥，元丹未稳，须得处处小心。你可知道，一旦跌境了？ 极有可能终身无法复原。他竟然跌境了，我现在担心的是，如果我在太清宫失事，我娘怎么办？师姐，还望帮我隐瞒一阵子，我会尽快想出办法。 也想先别想这么多了。蝶镜之人也有重新固起元丹的，修为可是正慢慢恢复。你娘那边，师姐会替你照顾。多谢师姐。师傅。 我看你跟青竹是姐妹情深，你也越来越不守规矩了。什么？碎丹跌境，都怪那祖符传人太过没用。
请主竭力相护，这才受了伤。弟子自知事关重大，所以才想偷偷下山，帮助师妹渡过难关。喂喂喂，女孩子家家的，强撑要不得。传人没用，传人就算是个废物，他也得竭尽全力去保护。可是师父，木已成舟，还需想个办法才是。 服使的使命，就是要前赴后继的去保护祖父传人，即便飞蛾扑火，也终生无悔。现在林庆珠已经败了，服使已止，他必须让位了。都是爹娘生养，他怎么长这么好看？ 这睫毛怎么这么长啊？嘴长得像樱桃似的。欢欢，我可没偷看你练功啊。我只是看你脚步虚浮，心生好奇。我要是不跟过来，你现在已经被林子里的这些妖兽给吃了。是你帮我疗的伤。 不是我帮你，还林动的无赖帮你啊！李欢欢，不说了。可是元丹碎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还是回太清宫吧。再这么撑下去，没什么好处。那你怎么会盗宗呢？我会盗宗，谁保护林动啊？ 我是服使。傻子，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能不能全身而退还不一定呢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事，我不能走。抓一魔是吧？亏林动这么护着你，他要是知道你是这么想的，你别告诉他，我才懒得理你们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将你郁结不通的经脉打通理顺，你再去向严师要点灵药。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。至于元丹嘛，破了可以再凝，前路宽广，不必耿耿于怀。林师妹，谢谢你。我可没有帮你。 我是在帮林动，那小子说我们是患难之交，我总得对得起这点交情吧。至于你呢，我也不想看着你就这么废了。我呀，还等着跟你继续切磋呢。 走，累坠了伤悲，还能彼此遗忘？
云洞，你又输了。切，没劲。所以我才说，世事险恶，没点脑子怎么制敌啊？仙女姐姐，可没你那么多花花肠子，所以她只有被你气的份儿。去，要下雨了，走吧，你该去背符文了。 喂，干嘛？哥，这下我赢了。怎么了？你不会输不起吧？你把我衣服弄脏了。 大哥，母老虎来了！哎，什么老虎？又来了另外一只母老虎。啊！我，沈公主啊，这一次是我太大意了，我。闭嘴！这是我们九天太清宫的事。 不用你来插手。金竹之错，还请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闭嘴！这次认错倒是挺快，可符使一职绝非儿戏。此番你修为受损，再没有理由留在山下了。 赶紧速速回去。沈公主，你也太不近人情了吧！徒弟受了伤，先不说替他疗伤的事儿，上来就赶人走啊！应姑娘，我们九天太清宫上下倾心修为，为了就是一心守护祖符传人。 如果此番我不换了灵青竹，那他日灵洞的安危是不是由你来负责啊？什么意思？负责就负责，谁怕谁啊？应师妹，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。好。 虽然不是小事，青竹，你就跟着师父。师父，我不能回去。林青竹，师父，青竹自知不够资格做一个好的符师，但就此草草认输，青竹断然不能认同。还请师父给青竹三日时间，如果不能修复元丹，青竹认罚。 把耳朵堵起来，转过去。沈清呐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臭脾气些许都没改。你不也没改吗？严师，这外面好像是下雨了。
仙姐姐，姐姐，啊，对不起，以后多半怕是护不了你了。 你给我同行，到此为止。 那是大哥欺负仙女姐姐了吗？穿过心间，仙女姐姐的眼泪是苦的吗？闲的，让他自己咽了吧。 这世界里的一夫一妻，生命里的一最好。你们可真是冤家！你早知道了，怎么告诉我？我要跟你说了，你不就把那涅槃心都给仙女姐姐了吗？你不会真这么想的吧？ 丫头，你的禅心境。 在吧。 在啊！不过你要镜子做什么？嗯？他说我们之后不能同行，我得是没给他看了。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人家林青竹下山是为了除魔，你当然真心是为你好啊？不见。 不见就不见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向你借任何东西。哎，给你，我告诉你，你拿这个镜子也没有用，这镜子只能照出我和你。 我是不是特别的傻呀？你一个姑娘家家的，没事老往我这儿跑干啥？我伤好了，差不多了。 早点歇息吧。受伤了？嗯。唉，常在海边走，总会遇到两个大螃蟹。你一句话，九天太清宫便会倾巢而出去帮忙的。你呀。 还是好好想一想，怎么帮你的爱徒恢复吧。可是他现在护不了你的徒弟了。浮尸，有时候护的不是身，护的是心。护心。 这不还有时间吗？咱们老一辈的要学会放手。说得好啊！呀，先坐。打扰了。好好照顾他。嗯。
哎，嗯，你们这干嘛呢？哎呀，他有他的太清宫，我有我的浮世绘。你有？咱有，咱有。犯困了，年纪大了就爱犯困。 怎么没人去找祖父啊？雕爷我自己回来，费老劲儿了，赶紧给点摇元丹。干嘛呀？雕爷我都回来了，你怎么开心啊？雕也想逃，谁拦得住你？那是，哎，你是没看到刚才那小子被我玩的有多惨，他还真以为我是他辅佐爷爷呢。你有没有看到他身边有别的人？没有啊，就他自己。 不过他那个鬼样子没人看见，太可惜了。本来还想你能再等磊身边做个眼线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真是没用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想你吗？看你这副呆样子，仙女姐姐又不搭理你了啊？以后。 多半怕是护不了你了，你给我同行，到此为止。符石的使命，就是要前赴后继的去保护祖父传人，即便飞蛾扑火，也终生无悔。哎，是你惊他？ 帮帮师妹才好呢，用不着。可是他命中之劫，倘若他真是符石，必能有所转机，否则谁都帮不了他。可是他这么练下去，伤人伤身啊！就是三天了，跌了劲有啥了不起的啊？ 雕爷，我从天妖雕受辱，沦落成一道妖灵，又能怎么样？你那活该，觊觎祖父，自作自受。他是为了守护我，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被我害得那么惨。你要是真过意不去，你把他恢复修为不就得了吗？呸！废话，跌进之伤哪那么容易复原？ 我爹当年跌境，十几年来都耿耿于怀。当年我没能力救我爹，现在我也没能力救他。哎呀，怎么就没能力了？此一时彼一时，你现在可是浮世绘会长，这浮世绘会长能白当的吗？
干什么？离我远点！仙姐姐，今晚月色正好，咱们俩去楼顶坐坐。嗯，爱去你去。哎，走！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 孤男寡女，还能干什么？你敢？我是祖父传人，你是副使，你得听我的。你可真够无赖的。我林动无赖这事儿，全天下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还用仙女姐姐你说？不过，无赖呢，并不见得做的每件事都无赖。 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这个给你。不行，你银塔都还得靠他。真不要？不要，我不需要你同情。 你这个副使，不听祖父传人的话，祖父传人只好给你来硬的。我不想你因为我痛苦，因为我受伤。我林动西武最大的目的，就是保护我的家人和朋友。你，便是其中一个。 你要是再敢反抗，我就真的胡来了。看看是你去，还是我去。 起作用了，我用禅心已经照过了，我们有缘，这缘分不断，我们还得一起走下去。我是怕你会死。
你把我死，那就把我活一辈子吧。 这小子比林动好骗多了，得意忘形的家伙，先把祖父抢回来。 林动，你这次真把我害惨了！反正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你还能把元丹抠出来呀？是啊，我现在恨不得把元丹抠出来，也不受你如此恩惠。你这么做，将浮尸会将九天台清宫置于何地？我只知道，我和你活。 果然比下山的时候更加清晰一层，涅槃心果然非凡呐！啊，哼。
林豆，你是白痴吗？你怎么能把涅槃心随便给人呢？你还给了……雾雪仙女姐姐，难道给母老虎你啊？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你知不知道，生净短则5年，长则数10年，再过几日就要塔斗了，没有了涅槃心的助力，你怎么斗？不生净又如何？我林豆，拼脑子干啥？大不了。 我进塔跟他们肉搏，也不一定输给阴魁宗的人啊。阎老头都不担心，你担心个啥？阎老头他足智多谋，诡计多端，办法多多，是不是？阎老头，你凭什么觉得我还有办法？凭什么觉得我办法多多？啊！阎老头。 你不会真生气了吧？我没有真的生气。也是，错在我，他只是一时糊涂。林千竹，身为符使，竟敢忘却祖父传人的法宝，私心太重了，这次我断然饶你。师父，我……沈公主，是我不想仙女姐姐走，才逼她服下涅槃心的。如今，我只要她做我的符使。 要是换了别人，这传人我也不当了。严氏，你这教的什么徒弟啊？现下符使恢复，祖父传人犯了错，你让我们符师会来解决吧？啊！我在管教我自己的徒弟。 好，这里还有我呢，求你了，算小老，我求你了。沈清，走吧，好自为之吧，一切听从严氏的吩咐。此番若输了塔斗，从此以后。 你也不用再回太清宫了，丫头，真没别的办法了。没有了！你如果觉得祖父传人是个儿戏，你从此也不要当这个会长了。林东。 去跟严氏道歉，快去啊！严老头，你还真不让我当会长了？ 是我没顾全大局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大局。林栋啊，你是和吞噬祖父有缘，却太过任性。符师会上上下下、恭恭敬敬地叫你一声会长，你却将他们的性命、荣誉抛之脑后，你太任性。 你简直就是冥顽不灵啊！你但是我不要再说了，你已经做了决定了。我们符师会不缺你这个会长，符师会生你一个弟子，做的都比你强，不再需要你了，你可以离开盐城了，走吧，严师。 别走啊，严师！ 这符师会拿到了涅槃心，如猛虎添翼，灵动的修为必会大增，构成威胁。关键是，你如何取得吞噬祖符的承认？正所谓输人不输阵，这一仗是躲不了了。看来，只有等他到。